家好，我是食旅插画创作者 Leslie。 我喜欢在旅行的途中随时用画笔记录下品尝过的美食，所以就选择用色铅笔比较好携带的美材来进行创作。有一次在欧洲旅游的时候，意外翻到了一本古食谱，里头的食物全部都是手绘的，泛黄的纸张呈现食物本身温暖的色调，看起来非常美味可口。于是我开始使用牛皮纸来当作素材来绘画，除了能够呈现食物本身的美味和温度之外，还会有别于一般素材而产生复古怀旧的质感效果。因此这堂课我们将会教学如何使用色铅笔与牛皮纸来画出复古风格的食物插画。我将实际示范三种主题的食品插画，包含甜品、饮品和器皿的绘画技巧，也会针对蛋糕、液体以及玻璃材质多做说明。上完这堂课后，你们将会学习到如何用色铅笔在牛皮纸上色，也可以练习到复古风插画的基本技能。课程最后，大家都可以自己独立完成一份下午茶插画。不论是喜欢美食、热爱旅游，或是想用插画记录生活，或是你已经有画画技巧，想要学习不同的插画风格，都欢迎来上这堂课程。如果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会一一回答你们。欢迎大家一起来上课，学习如何画出成熟复古的食物插画吧。